前最大的传播链就在北屯家族群聚案新增了一例笋农确诊，他曾经到过东山黄昏市场卖竹笋，也掀起了摊商还有民众恐慌，还有附近居民说每个晚上都睡不好。对此市场是特地发声明强调，这名笋农并不是当地的摊商，再加上之前公布的首例7527次子现在也确诊，北屯区家族群聚已经累积了21例，波及4名家族亲友，因此国军化学兵今天也出动帮忙消毒。消毒过后再消毒，是否还找来国军化学兵强化消毒力道？北屯家族群聚案现在是台中市最大的传播链，这户人家左右两边都有人确诊，现在正在自主健康管理，实在很担心。今天晚上睡不着，每天在控制的度过，还带朋友来。今天再去来来去去，还是来破口就是在这里，知道吗？新增的一例笋农曾经到东山黄昏市场卖笋，也引发摊商跟附近民众的恐慌。黄昏市场还特别发声明，笋农不是摊商，他在5月27日来卖竹笋，5月30号到大坑国小快筛站阴性，但同步做 PCR 呈现弱阳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判定为阳性，住院治疗期间再采检又反阴，阴阳反复，持续观察中。市府也提前公布首例7527正在隔离的次子，一采是阴性，出现症状后二采确诊，不过一采是阴性的，那之后呢？31号开始出现症状，所以接着再二采以后就确诊，那收治住院。台中市最大家族群聚案已累积21确诊，扩大到4个家族亲友与同事，其中有人在工地上班，有人在小区上班。为了防堵疫情，市府也急抠5月23到25日下午3点到晚上11点，曾前往北屯君泰、景和门市购物的民众，尽速到快筛站采检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